太早了。风源不是台中市很多的、啊、大烟囱在哪里？风源那个，每次高速公路看到大烟囱。但是那个电车。哦，在那边，那个是不是？那个角落都看到一根而已啊。哎、欸，放不了五根呢、啊。哦，不是一根那个了，对了。我说那个那个河边了、啊，对了，对对，那是风源那个那个焚化炉了，那纸厂了。对对，这条是，你看那有水嘛，那边是溪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不是一座桥。对对对。出来风源最明显的就是那个红袜鱼啊，风源跟后里交接的那个红袜鱼。拜拜。